哇，so many fishes， 他们这种的是，这种像打的，他们打的不是黑白鱼，另一种鱼。看这个海狮啊。黑白鱼，在这也是展示一下，先让这帮游客们去合影留念哈。这个美眉，也许不是美眉了，这个。看，它这是鱼肉，已经剔出了。这个海狮还在这等着，这个海狮还在这等着。这个老外还往里吐口痰，不过这个海狮也挺难受啊，这个海水都被污染了，都是这个汽油柴油表面一层污染得很严重的。这是继续准备收拾这个鱼，然后这个海狮还在这里等着。在这老实的等着这些渔民给他分鱼吃。